第七题、第八题是题主，右图为甲、乙、丙三人骑脚踏车沿以笔直公路前进的速度 v 与时间 t 的关系图，是回答七八两题。第七题问：下列叙述何者正确？我们看到我们的乙呢是在零秒的时候出发，然后呢丙是在十秒的时候出发，虽然并没有在同时间出发，所以选项 B 呢是错的。那我们看到第二十秒的时候，他们的速度是一样的，但是呢他们的面积不一样， VT 图的面积代表位移，所以他们的位移不相同，所以他们不见得会在同一个地点相遇，所以选项 C 也是错的。题目只告诉我们说他们沿一个直线前进，并没有告诉我们他们从同一点出发，所以选项猪说一定从同一点出发呢也是错的。所以呢，那 VT 图的直线代表加速度，甲乙丙都是只有一条直线，所以都是只有一个加速度，也就是说都做等加速度运动，所以选项 A 是对的。所以第七题问我们说下列叙述何者正确，我们答案选的是 A， 此甲乙丙三人均做等加速度运动。